不 OK 的我们。同埋勁多人咯，明明今日禮拜一啲人係咪唔使翻工翻學啊？我想問，但韓國呢樣嘢幾好啊，即係有櫻花睇，咁係個 dating 嘅好地方，好似佢哋咁，全部都係 couple 嚟啦，除咗我哋，係咯，咁唔使餐餐都淨係行街睇你食飯咁無聊啊嘛。而且咧喺櫻花樹下面都係一個表白嘅地方，但係韓文除咗坐喺沙灘嘅，仲有咩可以講？因為有時男仔依家都好想唔食甜。可以學下李元宇喺劇入面嘅呢一段啦。邊段啊？嗰段咯。첫눈에반해던거야니목소리첫눈제第一眼반하다제말想成句的意思呢就是一见钟情最重要呢就是这句话后面那句你목소리是说你把声啦这句话呢其实是可以互相不同的赞美句子呢就可以在赞人的同时又不用那么直接地去表白啦如果人家呢真的不接受到你的表白的话呢你都可以说你的目标都是赞你啫後面 Joy 的反應都幾好啊，温温的全軍解鬱，暖和係應援成句咧，即係叫人哋幫你加油，咁即係話我需要你啦，都好合作啊。嗱呢一句嘢咧就比較適用於深嘅階段啦，而且含蓄啲嘅表白咧，有時候會比直接表白更加震撼嘅，所以你學下嘢啦。係啊，幫我俾心得，唔知啊，哦，幫我影翻啲。